顾总，会场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谢谢。 闭馆了，锦溪。今日不是闭馆吗？如果明天会是好天气，如果下的那一只钢琴，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。 一起去走走走走，街上洒的星儿照我。这特别惊喜，给你一个人的，喜欢吗？还有，哇！ 这里除了荒山月的经典作品以外，还有很多他刚创作出来的作品，全部都没有面世哦。我感觉被幸福包围了，幸福。和你在一起就很幸福。 顾先生，何小姐，你们好。您是荒山月？听顾先生说，你是我的超级粉丝，谢谢。之前顾先生联系我，成功说服我为你举办这场私人的展览，很用心。你们的爱情真让人羡慕。 为了这次特别的见面，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来，送给你。嗯，谢谢。你还给我。 真的送给我吗？当然，这是我的第一个手作娃娃，也是我的私家珍藏。贺小姐之前坏掉的那只娃娃，就是按照这款打造量产的。顾先生跟我说了你们的故事，我很感动，觉得顾先生的心意真的很难得。感谢您很割爱，弥补了我内心的遗憾。不客气，我很期待与顾先生的合作。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与贺小姐的约会了，回聊。谢谢，西城，谢谢你。 我不对你好。
我该对谁好啊？你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那你今天开心吗？这是我收到最惊喜的礼物。我的愿望呢，就是尽我所能满足所有的愿望。顾西城。